道经。情况先第一，大家搞砸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地，也是由咱人的信跟念、信心跟念头的修行所生的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七宝地啊，也是无形无相。一平常是咱行功立德所生所化，那么咱世间娑婆世界，所谓一切，拢是经过人所想设计，表现伫咱的面头前，叫做有为法有为啊，人所做的叫做有为法，叫做外道。那么咱内在内的正道是内心，并且是行功立德所完成起来所化。那么咱所化是永远、永远、永远拢有得的。那么所做的咧，那像古祖年的九日一地震啊，啊，较大经厝嘛，化一拢落，一暝之间都无去啊。所以这种叫做有为法，啊，有为人所创造的叫做有为法。咱几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，花你看遐水是短短几工就谢去的，上啊当十工二十工嘛是爱谢，但是咱行功立德做善事。自己修行、修心养性、修咱的善心、养咱的本性、咱的慈悲的本性的时，这是永永远远拢要留掉的。无论天灾地变，拢永远是留掉。而且是留着以后无量劫，而且留着咱世间啊，回转去以后呢，咱这嘛要有存在啊。所以咱分啊。甲咱开始叫咱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咱念佛，认真念佛者，咱所藏啊，就咱脑海内、咱的心田内底，只是永远袂倒去啊。任何人嘛抢袂走，甲咱断嘛断袂去，骗嘛骗袂去哩。所以，咱世间修行是无上的法宝，上尊贵的人才有机会去修行啊。咱若无咧，咱干那在无世间只有为法无未了。但是相对，若无有为法，咱寸步难行啊。有为法是大众人甲人中间的调和，但是咱心里、心内啦、内心所修的性、所修的行啊、所修的功德，咱是家己自己本身都家己得掉呀。任何人家己抢未起，啊，只要当时咱佛祖释迦牟尼佛啊，一离开着家庭，放弃着做王子的地位啊，啊，去找一个生命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生命。希望讲人找到人，看免死无。咁啊，发觉到咱人不生不灭啦，诶，物件就是咱的心田尔，咱的灵性，上宝贵啊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话是真有钱，而且地位阁有。啊，伊有一天来老师啊，我想要过来选一个民意代表，你看好，我看好。你做遐钱摕做善事嘛，嗨呀！你选袂掉，我敢有可能？我钱咩都掉，即摆什么时代钱，那钱上好俩，我好阿弥陀佛，祝福你。哦，不过我咧讲，你会记哩，
好，你真真正正对你诶，伫身躯边，对你心内啊，你行功立德去做善事，你自家钱摕恁赠伊，你甲做善事，艰苦人甲救者，奖学金你甲奖励，啥物你甲补助甲迄个，你自立自去开就有啊啦，后来才来日才来算，唔相信，等于吼就算啦，吼、哦、啊这钱就开咧，开几啊亿咧，结果无聊啊，财产。去一大角，存一寡借住拢到位，吼、哦、啊！结果辛苦咧，我存只几十亿，我来问我老师啊，我要变现金，变无现金啊啦！啊，你当时你若有存钱十亿，就是十亿啊！你若欠钱的时候，十亿存无一亿，伊唔相信，结果存无一亿，红过了了去啊！万叹，万叹，有啥物路用呢？无智慧啊，贪啊，贪啊！咱嘛爱趁家己看偌重呢，咱有偌济福报，你要服务大众，爱有真大福报呢，爱有真大财气呢。那像咱顶任咱的总统李登辉先生啊，啊，伊咧伊命底内底就财满盘，财满盘啦。所以伊伫就任的时，咱经济啊，伫世界翘着的啊，啊，伊就财满盘啦，伊有这个福分啦，服大众嘛。所以咱一个人伫世间啊，咱爱了解家己有偌济个福报，家己偌济个德。吼、哦，咱若有福报，就福报是呾一种福报，有官贵个报，有诶是钱财个报，经济个福报，要互任何大众啊。相对啊，咱家己嘛共款啊，咱爱了解家己，咱毋通毋知影家己个事啊，好傻一母啊！各位是方神知识。修行的妙法啊，咱每一天拢咧修行，一分一秒、一时一刻拢咧修行。无论大人、囡仔、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啊，拢咧修行，拢咧尽一责任、尽一本分。咱若尽责任、尽本分，就是修行啊嘛。所以，咱大家来世间，啊，咱一旦因缘到位的时，咱尽量一当做，尽量做。哦，咱唔通耳空轻，耳空轻咧，人甲咱讲两个，我都袂瘾做啊啦，袂瘾做，结果灾难啥人，自己的灾难，失定啥啦，自己失定，想我都替你担啦。所以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开始，咱会当做，尽量做，会记哩，做的是耳啊。明仔个读嘞无要紧，咱尽量做，咱莫听边人是是非非。你若是是非非，就你个魔障到位。那么你人讲啥，你做啥，你认真，只要有益社会大众、有益众人个代志，你做你真正做，按什么做，咱唔通好这个好车机啊，好这个车机在那烧现金啊，好咱好这现金，甲咱做拢去，安尼就无价值。风水地理自然奥妙，各位师傅，我陈立先。咱人身躯有五个膜，对身躯边，较早甲各位讲过，目睭是膜，耳孔是膜，鼻仔是膜，嘴是膜，咱的身躯就是膜。啊，咱有其中一个魔王伫倒位呢？咱的脑海内，咱的意念，咱的意念就是魔王。咱这魔王，咱若无好法运用的时啊，咱整个人生要颓废，这个定底杀掉去。结果咱去杀甲红食了咧，咱咧莫名其妙。但是啊，咱目睭的魔呢，甲耳孔的魔呢？耳孔的膜呢，比目睭的膜搁较厉害。咱真侪人吼，真爱听的，人甲咱讲好话，耳孔鸟来来咧，拢咧听人讲好话。一旦人讲到你小可歹话时啊，咱就结冤仇，结甲死。结果人有甲你讲，咱嘛无实在亲亲听到的时啊，咱唔通了了哦。啥人咧讲我歹话，挑拨离间；人咧甲我讲，卖咧中伤我，害我伫这个社会、这个事业，害我这生意做袂出去。
错去啊，错去啊！咱啥人有几个？咱听到魔镜下现金来时啊，听到来时，咱会当重新搁检讨，就咱做人处事哦。啊，啥人有在重新检讨咱家己？哈、啊，倒位有错误去无？无。啊，所以咱若耳孔要收现金的时啊，咱爱真注意。咱若听到歹来，咱甲感谢伊，可能真正有歹。那像我常常地主遮济啊，啊有诶因缘和合、缘生缘灭诶问题啊，啊着离我而去啊，离我而去咧，哦，伊着真济埋怨，啊别人遮地主当手师兄来着讲咧，啊老师啊某某人，哦，安那遮对我，哦，感谢，迄着是我缺点啊，感谢你，迄着是我缺点，所以我爱改，感谢你甲讲，我爱忏悔，我要忏悔。真的，我无法度满足到大众，佛祖都无法度满足大众，天公都无法度满足大众啊！我一个凡夫，哪有可能满足大众呢？足简单嘞嘛，那么我只有认真去做，唔对，我改进，安尼就好啊。做人是真简单嘞啊，但是嘛是无简单，嘛是真困难。咱有耳啊，咱耳啊拢无听的时，无代志。你若有听嘞，一定听到好甲歹。听了好就欢喜，听歹了，咱就生气。好也免欢喜，歹也免生气。即句话千真万确。所以咱一个人呐，看了车技的时，咱就开始在想现金啊。啊，想现金呢，想歹收啊，想歹收。啊，那么咱这里啊，想现金，咱来看这下想现金，车技就是爱叫来想现金。第一个对小人爱戒备，第二个莫和小人影响着别人。过来，千万莫攀缘。啊，咱继续灌溉包容众生消烦恼，以忍以忍忍将压自我，严厉约束妄念啊！哦，这个千万唔通攀缘啊，讲过啊。啊，包容众生烦恼会较少，即话真。真有道理，咱包容众生大众人啊，吼、哦，咱心中拍好看，伊讲歹话，你甲咱讲歹话嘛是伊个代志，讲好话嘛伊个代志，伊甲伊嘛是伊个代志。那么咱爱甲包容起来，人有人伊个理念，人有人伊个自我要求生存的方法。自我保护伊自己的方法，所以伊会讲一寡话来。为伊家己辩解，来伤害着他人，来骗他人，一代志是有够济，有够济啊！故意是方成利息，啊，佛法之妙，都甲咱讲着圆满的心。所以咱若以后听着人伫讲你歹话时啊，咱甲感谢；人讲你好话，你嘛感谢。我相信你会足好过，足好过。那么相对咧，咱爱讲人歹话的人咧。你烦恼一定足济，你无法度包含包容着他人啊，所以你一定真够讲歹话。我真够讲那歹话时，我一定烦恼真济。咱两看卖，天下间所有在讲那歹话的人，伊烦恼比咱较济，一想就烦恼。啊，对红讲烦恼的人，你讲恁倒的，我困困我的。结果，咱要讲烦恼的人啊，制造事端，制造是非咧。用心计较的时，结果你的性命都计较去啊！计较你咱的性命去啊！所以咱何苦呢？性命是咱家己的，真真正正是咱属于咱的，是咱的性命。咱的性命属于咱的咧，咱不要会被剥削，不要会自己吼修咱的心养咱的性。人讲咱歹话，咱就放弃嘛，唔对，咱就改嘛，对，咱就感谢，安尼就好嘛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包容众生，消烦恼啊！过来第五，以忍忍将压住我，那么将压我家己的事，咱只要会忍，忍耐，忍耐，啊，这忍是这条都无价之宝啊！有的人无得忍一时之气啊，造成一世人以后无能劫，以后呢嘛是。这个罪恶满贯，在六道内底轮回，
咱何苦呢？所以咱忍爱学习忍，人讲咱歹话无要紧，我忍呢。人讲咱不要撞过，无要紧，我不要做，我但是我尽力去做。人讲我无智慧，我认真去读册，我来听法师来甲讲经，我听法师讲经看学习。人讲我无智慧，人讲我无钱，无要紧，我食会饱就好啊。我只要身体健康，比钱较重要。咱真侪足侪钱诶，诶人啊，身体无健康，用心计较骗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，啊、哦，那么你所得是何在啊？所得就是啥物件呢？啊，所以莫看咩身体歹了了去，你怎样做？有时下住较大机诶，尔机器人咧，给吊两台电，迄、那个叮叮咚咚诶化学药品安尼啊？你所得是得着啥？无啊。所以人笑咱无钱，无要紧，我健康就好啊。人笑我讲无钱，我有咧做善事就好啊。那像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，每个人恁大家一个月100块会支持咱，虽然100块，但是恁的功德之天，恁100块我看下讲有钱的人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你干要计较别人，哦，大家都爱。维新圣教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。各位受访神弟兄，世间的不幸啊，拢是对咱目睭甲耳而来。目睭所看传入脑海来，咱就贪；耳所听到，咱就要爱。无智慧、无知、妄想、妄影，走入咱脑海来，开始要报怨仇，开始要抢、要夺。要报复，这拢是非常无耻的。而且呢，咱感觉真可惜，咱大家拢阿弥陀佛化身过来世间轮回来尽调和，有是你要来报恩呢？咱为何不要去对这方面去领悟呢？咱就一定爱去做一挂合理合道的代志啊！有当时啊，我感觉想啊真无啊。曾经咱就信徒先生，啊伊诶，啊我若存一寡钱，存一寡钱咧，啊去互倒去，倒去了，有一天来咧，啊我老师啊，我互倒一只钱啊，你看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讨回转来？第一，我要请乌道的朋友，吼、哦，来替我讨。啊，第二诶，我法院来收过。啊，第三咧，我摕来甲伊拼。我看这拢毋是办法。弄一办法，这是所怪怪你家己无智慧。吼、哦，你是安尼钱会借伊？你无了解这个人，你听人一耳哦，无我人钱借伊啦，这做我足好的朋友哦，以前安怎？结果你人也无看，人也无捌查，无你也无了解，你就借伊啊，借伊几千万，结果你家己爱杂杂啊。你借伊无几工就无坏人啊！你干脆坐平静耳仔听了就算死哦。虽然耳仔听到，你若无实实在在去确认的是，你耳仔听到就无算死呢，咱的耳根啊！啊，所以咱西方叫做世界啊，咱要成就啊，咱不是耳仔干听尔啦，咱要实实在去印证。比如讲，哎呦，你念阿弥陀佛吼，啊，西方叫做世界啊，去得使听好听念阿弥陀佛。但是你无实实在在去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你无实实在念，一日念一万遍万遍，一直念念到老，念到断开的时，心内咧念的时，你要使用这个世界，啊，要去那种可怜的代志呢？啊，所以咱要使用这个世界，要得到安详，咱嘛爱听到以后，实在去了解、去印证、去正道，你去才有意义啊！叫我都去，那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那么社会所有这些不停的代志，拢是对目睭甲耳孔这两项所引起的。叫观音法门、观世音菩萨、观音法门伫世间的流行，啊，伫世间的这个弘扬，大家爱用目睭看，爱耳听，听清楚了，爱实实在在去了解，然后你才去进一步，安尼才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。啊，所以咱现金啊，咱要收这现金啊，一定爱会忍，爱忍起来。啊，稳啊，唱在心肝内，掌握着自我，掌握着我家己，咱家己啊。
咱引人啊，吼、哦，稳起来，稳着，咱对啦，无必要将这个内心的代志表现伫面，无必要。咱对内底去修心养性，去了解，然后呢，第六来呢，严厉约束，严厉约束妄念。咱人会烦恼，会苦恼，就是妄念而来。咱妄念往往是对耳仔看过来，啊，对耳仔看过来，咱的妄念一大堆。妄念呢，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啊，空思妄想。啊，你妄念到位的时啊，吼，你耳根呢？你无做修，你烦恼一定到位的啦。一个人妄念上济的人，伊烦恼比任何人搁较济。一个妄念啦，无做气度的人啦，他一生一直真正真正悲哀。咱真正信徒咧，吼、哦，较早咧，这妄念啊，到尾啊咧，有一天咧，啊，伊听我讲过，咱的妄念是人的上大的怨仇人。啊，你这妄念是爱咱人的性命。你想到安尼，想到足济个事啊，你无法度解决你个问题，结果含你个妄念遐济事啊，互你个性命踏入黑暗，目睭直直个袂惊咯，暗时睏袂去，啊，日时起那小人。过了以后咧，伊才开始，哎呦，安尼我唔对呀，我要好好，我都睏着睏着，什么都不管，我不管啦，好、哦、过去都过去啊，我现在较要紧，当下现在较要紧啊。故意是妄神之心，佛法之妙啊，唔是讲咧讲哦，我咧挂一个什么车旗，吼、哦，挂一个车旗，这个手珠咧，你又认为感觉真正会用啊？啊，挂一个哦，我咧金啊，金啊咧，你都感觉真正会用啊？挂一个银咧吼，插一个银针咧，你都感觉真正会用啊？错去啊，千错万错啊！哦，咱看了玻璃，咱出来去食玻璃水晶的时，你认为安尼赚大钱啊？你会做大官，这嘛错去啊，错去啊啦！啊、哦，不看了玻璃，教人爱忏悔，教人爱忏悔玻璃，教人修行爱修忏悔，时时反省家己，这在家就修行啊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咱开始修行上好的方法啦，反省忏悔嘛，然后去实践。反省忏悔去实践，那么咱爱反省忏悔就是忏悔。咱看了菩提，那么我现在看了这条做咱的录音机的面呢，就是菩提所做的。那么我嘛是爱忏悔，要是我讲无好，哈、啊，将这法呢传无正的时啊，我一定爱去忏悔的心嘛。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咱修习佛法呢？咱唔好干咱外口各个种，咱身躯边就真正佛法在咱身躯边啊。佛干咱讲有七种诶，即个叫做宝藏啊，在咱身躯边啦。第一，金银琉璃玻璃车具恰珠衣马肉。好，明仔咧，咱就会来讲解即、這个啊恰珠是安尼修法。好，咱来身躯挂一个恰珠的时。咱哦，爱伊什么心态？咱挂一个车旗啊，咱爱修耳根；挂一个玻璃啊，看着玻璃啊，咱也是水晶啊，咱爱修忏悔的妙法。啊，咱来看着即款的琉璃诶，看着琉璃咧，咱爱修戒律。啊，等等咧，拢是咱是上好上好的老师啊。所以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家，离世灭菩提啦。咱像找土角。今日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